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礼拜一了哦。那我想呢，今天这个行情哦，台股算是最强了哦，不要说亚洲了，全世界哦。那当然基本上来说的话，这个行情当然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过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说其实当然你用台积电啊跟全世界的这个指数啊哦，它是挂钩的哦，这个台积电嘛，反正全世界涨台积电就涨一下，全世界跌台积电跌，所以说这个指数我一直跟你提到过，台股的指数啊，我为什么不太喜欢跟大家分析，因为它不具有什么任何指标性。为什么？因为你扣掉台积电，扣掉台股的大盘的指数啊，其实在台湾在这个里面的内部的这个波涛汹涌，你知道吗？它完全跟国际是脱离的。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啊，在全世界用了一招叫做当冲哦，税减半嘛。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这个东西是很特别哦。那再加上台湾的这个就是比较浅碟型、啊、哦，大部分都主力大户在里面。所以我一直跟你提到过，就是说你其实不用去分析大盘，而且大盘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分析的。哦，那今天啊，美国涨，对不对？我们涨。今天美国跌，我们跌。其实在那边你一直在那边分析大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整个台湾的内部啊，它波涛汹涌，有的股票不好已经涨到了大盘的几倍了，但也有的股票它不好已经跌到了大盘的几倍了。对，你就拿最近的，你说航运三雄还是这个航空股，对不对？之前很强的嘛、哦、还是这个军工股也是之前很强的。然后呢，你比较大盘，对，然后呢，你最近又拿这个所谓的最强的股票银邦，哦，这可能这个你要去比较大盘就很难比较了，对不对？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当时你看我跟你选七月五号？你看他今天他在创历史新高，哎，今天很多 AI 概念股它是跌升反弹的，啊，有的甚至还没弹呢。可是你看看他这一支股票，你看。哦，它几乎是过了历史新高、啊、Damia， 那为什么？来拉近一点，重点在这边嘛。它今天它为什么它能过历史新高？很多你看今天很多 AI 股，广达也上来了，伟创也上来了，哦，什么技嘉啦什么的，其实。我就跟你提到过，就是说其实创意四星 KY 今天也上来了，但是你今天发觉到只有一只 AI 股是再创历史新高、哦、只有一只 AI 股是再创历史新高，只有一只 only one， 只有一只它是再创历史新高，所有的 AI 股里面只有一只它是再创历史新高。为什么？你看这边吗？所以我以前我在这边跟你提的时候，你不觉得我在去年七月五号的时候，我跟你提银邦啊，当时没有人会觉得这支股票，我已经跟你提到过3.8亿。我今天跟你提到重点，你有没有点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在最近的一个行情里面，我也跟你提到过了嘛，银邦第一名嘛，你看这个星云，当时五月九号才400张啊，第二名啊，这弹上来也是算第二名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这就是股本的问题了嘛。所以我一直跟你提到说股本的问题，为什么一直跟你提到这个股本的问题？有人说陈老师啊，你去年七月五号你一定有来说，当时我说句实在话，每个人都在买航运三雄，没有人要理我说陈老师银邦是三小。对，今天你看到所有的老师都会讲银邦了，可是你看这一波的 AI 概念股里面，它现在它是唯一一只来拉近一点，它今天是创历史新高，哎，它不是 AI 股，有些 AI 股是跌升反弹，上面还很多人等着卖，而且你看它的量，它的量一直怎么样，还是维持在10,000张以下，啊，这都厉害啊！所以我曾经跟你提到过说，这种股票它未来它会走所谓的利旺模式，那最重要的重点是因为什么？股本小，也勾不稳谁，所以这个股票你以后等着看好了。这又不得了，了不得。所以上我上个礼拜跟你提到一只股票叫新门的，哦，反正我让你注意，你就注意了。我让你注意，你就注意。那在这个行情里面，我一直跟你提到过，像银邦这样的股票有没有？你现在大家当然一直在买 AI 啊，那像银邦这样的股票有没有？
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有跟你提到过，这一支股票非常重要，叫嘉百玉。我这一支股票我在之前啊，我曾经有跟大家提到过，它有没有可能是银邦的继承者？这一支股票嘉百玉，它有不为人知的内幕啊，以后会吓死全市场。嘉百玉这一支股票，反正你就放在心里面了。我陈老师，我永远不喜欢跟大家随波逐流。我一直跟你提到过，我最早刚开始在跟你提这个的时候啊，你不会觉得它会大涨，当时才三四十块。你到今天你总会觉得，哎，陈老师，哎，去十倍呢？那你讲我有消息不？现在大家都会讲银邦了，我跟你讲，全部 AI 里面就它最强了。他今天是创历史新高呢，他今天是创历史新高呢，他今天是直接就过去了呢。他每次拉回来，你看看，每次拉回来都是买。哎，今天还有很多 AI 股，那就叫跌升反弹。明天再聊，我们摘啊。很多人说陈老师啊，你能不能来找到 AI 这种股票？我说你等着看好了。还有上个礼拜一直跟你提到过这一支股票，这一支股票一摇给我第一名啊，叫宏明啊，宏大无比，名气大振，你以后就知道了，会不会吓死你？还有我之前一直跟你有提到过，以前有跟你提到过一支股票，这一支股票将会是台湾第一支 AI 远端视讯、 AI 医疗视讯、 AI 进入真正 AI 最具爆发力的股票，你以后你等着看好了。这一支股票叫圆圆满满展望未来3669，未来会不会是大黑马？我现在跟你提到过是你现在要注意的东西，不是你现在要去追高的东西，不是你现在要去追高的东西。就像我当时去年7月5号大家都在讲银邦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航运三雄的时候，我跟你讲银邦。当大家都在讲军工、都在讲观光的时候，我还是跟你讲银邦。你看看啊，真，我是讲真话。你看看今天呢、啊？你看看今天，我跟你讲，军工也下来了，观光也下来了，航运三雄也下来了，航空也下来了，它却不断的在创新高。它确实不断的在创新高。我陈老师，我常跟你讲说，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厉害之所在嘛，对不对？从去年7月5号，你看去年谁要买这个，还四五十块而已，这就是它的魅力之所在嘛。那我今天我为什么知道？我已经跟你提到过，股本很重要、哦。来拉近，它为什么它今天还能过？你看看它未来啊！哎，陈老师啊，你不要乱了，还要再一倍。哎，我陈老师跟你讲了很多东西啊，有一天啊，你不只会印证，你会印证到，你会印证到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陈老师，我今天要跟你提什么？我今天要跟你提什么？你等着看吧。我今天我要跟你提什么？我跟你讲，以后哦，所有的人都来讲这个啊。我跟你讲，这个未来啊，你如果未来，我跟你讲，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你已经今天已经不是。我今天给你写这个大黑马、大爆发、大黑马，这个圆圆满满展望未来，你要小心啊！我跟你讲，中秋节，你小心再涨到中秋节啊，涨到圆圆满满展望未来，涨到中秋节，我正好是讲话没人信。未来我跟你讲，全台湾、全世界第一个 AI 的远端视讯题材，到时候我跟你讲，你就怕买不到了。最重要，我已经跟你讲过股本的问题。你现在看到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现在看到的加一百倍啊！我这一支股票称叫银邦的继承者，十倍叫嘉百玉，不为人知的内幕，以后会吓死全市场。我这边我敢这样写啊！我跟你讲，以前我跟你讲这个啊，我在电视上啊。每天讲，没有人要理我。你看看最近，包括那个博磊也好，不买一直创新高，上权顶天立地，这哪一支不是我讲的？辛苦耕耘。而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些小股本的股票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
你都卖掉了。这是我第一个讲了，博磊、顶天、上权、银邦、星云，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那个大基业啊？我没有博达，我没有广达，我没有广达，我哪有什么广达？对不对？那大基业我都没，我都没就是没啊，我没有就没有啊，伟创我也没有啊。但是我跟你讲过的，博磊也好，上权也好，顶天也好，星云也好，你看这都股本10亿以下，最重要的 3.8 亿的银邦，它股本更小，还有最近一直跟你提到的新门，以后会不会成为大怪兽？我跟你讲哦，我讲的东西很多人会觉得说，陈老师啊，看一看就好，看一看，看一看，有一天你就慢慢看。你看看像这个，这有谁会讲这个东西啊？你以后你就知道了。我今天让你看这个齁，我今天让你看这个，你不觉得啊，陈老师啊，这医药啊，自己勾撇啊，还有这个啊，我跟你讲，以后我跟你讲，所有的报纸，所有市场上所有的人都会在讲这个东西。我今天先去跟你预告啊，我今天跟你预告，我跟你讲，我有一天我这一张资料啊，就跟这个一样啊，我就每天拿出来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别不要等我打开啊。就像我当时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跟你说啊，去年七月五号啊，我就给你盖着啊，你等我打开的有意思吗？你在等我打开的有意思？没有意思。我上权帮你盖住的时候你不买，你等我打开的，每天涨。我顶天立地帮你盖住，你不买，我打开了每天涨。我辛苦耕耘跟你盖住了，我打开每天涨。我这银邦，我这银邦我把你盖住了，你不买，我打开了。那我给你盖住是什么意思？我今天给你盖住什么意思？因为我跟你讲，我盖住就盖一天而已。我今天给你盖住是什么意思？我陈老师跟你讲的东西，你放在心里面呢。我敢这样写哦，我敢写到这样子哦，我知道吗？我敢写到这样子，我这一支股票敢写成这样子。你知道吗？我敢写成这样子，你以后不要问我了，因为我一直跟你提到过的东西一定有 story。 我当时跟你提到这个银邦啊，你看去年七月五号跟你提银邦，你看我这里面有哪一个字是写到 AI？ 你看我这里面有哪一个字是写到伺服器？你看我这里面有哪一个字是写到技术分析？你看我这里面有哪一个字是写到什么月线、K 线、周线？你看我这里面有哪一个字写到 AI？ 你看我这里面有哪一个字给你写伺服器？都没有，就是都没有才厉害。我今天我这里面没有一个字会跟你写它以后是什么了。我这里面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字跟你写技术分析。我这以后我跟你讲也没有任何一个字我会跟你写说它到底是做什么的，电动车还是伺服器还是 AI 了。我今天跟你讲的东西，未来我跟你讲，你会。等我再拿出来给你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我一直跟你讲，当我给你盖住的时候啊，我在给你盖住的时候啊，去年七月五号我就给你盖一次。去年七月五号，人家都在讲航运三雄，人家每天后来观光上来的军工上来，我用给你盖这个。等我拿开了，拿开了。我给你盖住了，你就知道那一天你要最积极的。3669，你等我把它拿开了以后啊，我就每天讲。
我就每天讲。还有陈老师，我一直跟你提到过，很多事情你人生机会不大。我之前跟你讲那个双红有没有？双红讲了吧？双红我不是跟你讲吗？红海的一两倍吗？先不止了啦，对不对？香港啊，很多人爱买红海，我就跟你讲，香港的红海两倍。我跟你讲，你香港嘛变一点六啦，他可能到300又要震荡了。但是最重要的，我跟你讲，双红以后还有更红的。这个未来，我跟你讲，这个绝对会追上双红。这个，我以前我是不是跟你讲那双红？以前那时候，红海在100嘛，120嘛，我双红才80。我说你要不要买双红，不要买红海，一直买红海呢？因为郭董公没干冷吧，所以你看郭董让人讲话能听吗？因为傻蛋啊你们！郭董以前他开的支票没有一张兑现的，你看他老婆曾馨仪，你看一天到晚在秀他们在比佛利买的那个别墅几十亿，他说他爱台湾。那些立委、那些下面的那些挺他的人，为的是什么？对，曾馨仪嘛，不是在一直秀那个 po 那个照片嘛，在比佛利山庄，他们买了一个20亿的别墅，应该不止比佛利吧？大概全世界都有。那爱台湾，他把那个卖掉嘛，把那个卖掉来帮助台湾的这些穷人。对，还曾馨仪打钢琴，给泳装在那边要晒太阳，在那边要拍照片，我觉得你很奇怪，人家。你看郭台铭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叫你买双红，不要买红海，因为他说120他喊到200，我说你要后来一红海掉70块呢，他一直卖呢，后来你看他双红一直涨一直涨，这个以后我跟你讲，这个会比双红还要更厉害，你等着看好了，这一次以后啊，这一次以后会比双红更厉害，这一次、啊、这一次叫双红更有名，比双红更有名气，我跟你讲你不相信，你现在会去买双红对不对？你不会买它啦，有一天我跟你讲它涨到跟双红一样之后，双红变下来了，这一只叫红大无比，名气大涨。我讲话没人信，我今天我跟你讲，我给你盖住，我给你盖住，这有道理的，你以后你就知道全市场，全台湾的所有的投顾老师都在讲这一块，你会知道全台湾投顾老师准备以后正要所有的报章杂志全部都在讲这一块，而且到时候它的业绩哦，所有的人都有了，我跟你盖住有我的道理。然后陈老师，你有消息没有？消息我拿到什么消息？我没有消息了，我没消息啦，没啦，我哪有啥消息？陈老师啊，你没有消息，你那个双红能讲都是红海的两倍那么厉害，银邦我没有消息。哎，所有的 AI 里面只有他今天是创历史新高，没有一直创历史新高。广达今天大涨，对啊。那后面呢？伟创大涨，对啊。那后面呢？只有他一直创历史新高，那为什么代表什么？代表他未来会再一倍。那你今天有的 AI 股，它是跌三反弹，跌三反弹，它最多碰至前次高点，它要下来了。你知道上面有多少人在等着要卖啊？就跟那阳明、万海、长荣一样。那今天他为什么碰到前次高？他为什么还能过前次高点？它要440，那就要再涨一倍了。但是我跟你提到过的东西，你有一天哦，等到我跟你讲银邦在休息的时候啊，等有一天银邦在休息的时候啊，哦，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不能说的秘密，不能。周杰伦有一条歌哦，周杰伦有一条歌啊，以后我跟你讲所有的投顾老师啊。而且我跟你讲，这个以后啊，这个以后如果没有比双红更强，你现在你会追双红的吗？我100块叫你买双红，你怎么不买？我160叫你买爱普，你怎么不买？因为我周老师，我现在好爱买外爱普，好爱买银邦，好爱买星云哦，好爱买顶天，好爱买上权。你看那些都是我养大的，上权、顶天、博雷、星云、银邦、双红、爱普。哪一个不是我最低点叫你买的、啊、你不要冤枉我好不好？那广达伟创我真的没有，我没有那个东西。
因为我就不会跟你介绍股本大的嘛，我就很老实讲，我没有啊，我就没有那股本大的啊，什么人保、光保科我，但是我有的我都跟你讲嘛，你看每一只都这样子啊，新宇卖了，英邦卖了，博磊卖了，上全卖了，还有什么顶天卖了，你看都不是我从小细细汉那安尼满周岁安尼起个，那今麦那也大，那大概股本小啊。我跟你讲，以后啊，以后我跟你讲啊，真的会玩不玩个不得了啊！这扣零三六六九，还有跟你提到过这个东西，你先把这个记住，先把这我跟你讲，以后哈、哦，以后给你看的就是以后给你看的是只有这个，我不会给你看它什么 EPS， 还是给你看它什么利多。就像我这个东西啊，你看看，我现在就算跟你讲，你看去年七月五号，我这里面有哪一个字给你写到基本面？我有哪一个字写到伺服器？我有哪一个字写到伺服器？我这里面有哪一个字给你写到技术面？看下面哪一个字写到技术面？那为什么都不能写伺服器，也不能讲 AI， 也不能讲技术面？当然不能讲。那你看到今天？我没有第二句话，你看到今天就这样子，全台股第一名 number one， 台湾股票第一名 number one， 什么其他的 AI 都涨不赢他了。你今天广明啊、广达啦那些都没有用了，技嘉他创新高，只有他在创新高，只有他在创历史新高。以后有一天啊，加一百倍的时候啊，陈老师啊，哦、我跟你讲，盖住一定有我的道理，你知道？盖住，未来可能，哦、我陈老师常跟你讲，股票市场里面啊，妹妹杠杠很大。以后跟你讲，会有一只股票超过双红啊，会有一只股票超过双红，未来会有一只股票超越双红，好不好？今天陈老师送大家这一只股票，万，我不知道，我只跟你讲未来所有的投顾老师，你看现在多少在讲星云，多少在讲银邦，那你干嘛要讲我的股票嘞？以后这些投顾老师都会讲他。圆圆满满，今天这一份就要送给大家，我们等着瞧，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全民抗涨大作战，888抗通膨专案，让您轻松的负担，帮助您快乐的赚钱。抗涨专线02-8511-3366，抗涨专线02-8511-3366，鼎业投顾。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投资朋友，陈老师叫你买的双红也好，星云也好，顶天也好，上全也好，博雷也好，银邦也好，我跟你说啊，更精彩的还在后面。有人问我说，陈老师有没有现在底部的，未来我可以大波段的，会有好几倍甚至十倍，我讲你不信对不对？你不要等我打开了，你知道吗？你不要等我打开，我今天给你贴着，你不要等我打开了。还有我跟你讲的，看这边哦。那么以后无十杯，咱来小输，好好把握，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